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我要欢喜快乐，因为今日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伫你的面前，爱快乐伫其中。主，你讲敲找你的，就敲找到；弄门的，你就甲开门。主，我的心要来对你讲，今日我来到你的面前，我要来敲找你。我的心要来渴慕你，亲像鹿仔渴慕溪水安尼。主，我的心要来仰望你，求你帮助我，会当卸落我的担担。我知影外口的世界，我的国家即马伫发生足侪代志，足侪无公义的代志。主，但我要讲，我的心犹原要来仰望你。我知影你伫我的生命内底掌管，你也嘛伫我的国家，你要来做王。主，所以我放心将一切拢交托伫你的面前，我嘛将我的敬拜、我的祈祷、我所听的你的话语，拢交托伫你的面前，求你来使用今日的聚会，来对我讲话，保守我待会等的敬拜，和我的敬拜，和我所唱的儿乐，拢真做我心内底专心专人的敬拜，我献上我的感谢，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俄勒伊的话被常常伫我的嘴中，我的心被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起特别欢喜。恁甲我着称耶和华最大，做伙高举伊的名。我要找求耶和华，伊着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惊吓。既然仰望伊的，便有光荣。因的面无地见笑，兄弟姊妹平安。平安。啊，咱甲以下的时间交予金旗师班。兄弟姊妹平安。平安。今日是耶和华的日子，我们欢喜伫其中，请咱三个起立，甲边的人讲，咱用爱专心来敬拜阮的耶和华。咱爱专心敬拜咱的耶和华。咱用这首诗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来阿乐阮的上帝。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嘴叫人知影你大信实，你大信实，用我嘴叫人知影你大信实的高干世代。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好，速度有点慢哦，等下咱搁唱一摆的时阵，我们加紧咱的速度，咱搁来唱一遍。咱做拍跑吧。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嘴叫人知影伊大信实，伊大信实，用我嘴叫人知影伊大信实的高办世代。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嘴叫人知影
你大是神，你大是神，永远最个太阳。你大是神，你到万世代。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来做一种大声献给我的上帝。万邦拢着来阿乐主，万民拢着来阿乐主，敬拜耶和华，因信。歌一来欢呼，俄勒亚和华万民拢快乐欢呼。我们这边万邦拢要来俄勒，万邦拢着来俄勒主，万民拢着来俄勒主，敬拜耶和华，因信。用意来欢呼，俄勒亚和华万民拢快乐欢呼，敬拜俄勒亚和华，有会起的拢得乐意，敬拜亚和华，俄勒亚和华。敬拜俄勒伊，咱今我的是未来敬拜俄勒伊。咱就是万邦，万邦拢着来俄勒主，万民拢着来俄勒主，敬拜耶和华，因信。用意来欢呼，俄勒亚和华万民拢快乐欢呼，敬拜俄勒亚和华，有会起的拢得乐意，敬拜亚和华，俄勒亚和华。是未来敬拜俄勒伊，来敬我的是未来敬拜俄勒伊，敬拜耶和华，敬拜俄勒亚和华，不会记得拢得俄勒伊，敬拜耶和华。是未来敬拜俄勒伊，咱今我的是未来敬拜俄勒伊，用我的心来唱敬拜耶和华，敬拜俄勒亚和华，有会记的拢得俄勒伊，敬拜耶和华。耶和华，咱今我的是未来敬拜俄勒伊，咱今我的是未来敬拜俄勒伊，咱今我的是未敬拜伊，咱今我的是未来敬拜俄勒伊，咱今我的是未来。敬拜俄勒伊，咱这回来祈祷。主啊，我们来对你讲，我今日活伫这个世间，就是要来敬拜你。主，你使用我的性命，会使伫
这个世代来徛立。我知影这个幕后的世代是一个混乱的世代，有足多要来反抗你的人，足多甲阮信仰无共的人要来搅扰这个世界。主，但我的心安静伫你的面前，我的心卖顶候你的作为。我们来宣告，你伫这个世界，你要做王。主，求你来引带我的性命。我知影，我每一个人的性命伫你的面前，拢是宝贵的。你要来使用我伫每一个所在，伫教会内面，伫我做行会的所在，伫我的朋友中间，要来宣扬你的名，要来做你的见证，要来宣告你的荣耀。主，求你引带我的性命，伫我活在这个世间的每一天，拢予你来调整。你的信心，逐天引带我的性命，每一天，拢来挖掘你的心意。我的心靠无你，要来讨你的欢喜，求你保守我伫每一摆祈祷、每一摆敬拜、每一摆听你的话语的时阵，我的心向你来打开，我的心来顺服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听完，我会当伫遮用我的心来唱对你的儿女，这是足大的稳定。献上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然后继续诗歌，你是信实的上帝。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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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母者我心所听，把我家己予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救我，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紧紧牵我，你永远无放散我，用我一生予你的意义伫遮。阿弟姊妹，咱做伙安静阮心伫上帝的面前，交托咱的担当，将阮的祈祷、阮的需要向上帝来讲。等你敬拜团咧唱歌的时阵，每一个人咱来安静，咱来顶候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
是永远的照我，无你引带我拢总免行。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要放下我，用我一生乎你的旨意得成。我的目睭，我心所听，放我家己。你是永远的照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紧紧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用我一生乎你的旨意伫遮。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照伴。用我一生乎你的旨意伫遮，用我一生乎你的旨意伫遮。亲爱的主，感谢你，因为你搁予阮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你。主要说，虽然最近哦，我们社会发生真侪代志，主要说，让阮看起啊，真侪人，因无法度搁挖苦人的时阵，主要说知影，伫阮的心内，阮有一个永远的挖苦，就是主耶稣。主要说感谢你，因为阮知影，伫我的画面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虽然有很多时候我有怕吓，我有遇到恶当当的事，也不过主要说当我再一遍回转到你的面头前的时候，我知道在你的内面我就有不忙。感谢主要说你的稳定，当然我后面的时间我知道在今天的你的回忆内面，我们要再一次重新来得到快乐。感谢主的稳定，我们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下面献诗的时间，请金奇师班。心心记得，
转的变旧，为一个城市，我欠比憔悴，万主的我命临到这的白色，完全令阿爸的悲，愿你高降临，愿颂扬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愿传扬阿爸的悲，愿你高降临，愿唔忘甲希望永远惦咱心中，愿传扬阿爸的悲，愿你高降临，愿颂扬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愿传扬阿爸的悲，愿你高降临，愿望甲希罗永远惦咱心中，愿望甲希罗永远惦咱心中。咱做回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今仔日的经文是伫《使徒行传》五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有两段经文。第一段是伫《使徒行传》五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十七节，大祭司甲伊感动的，就是当地的撒都该人。对使徒非常嫉妒，决定采取行动。因逮捕使徒，将伊关伫监狱内面。但是迄个暗暝，主的提示拍开监狱的门，带使徒出来，对因讲：“恁去，徛伫圣殿内面，向百姓宣讲有关这新活命的道理。”使徒听了这话。天要光的时阵，在里边点来圣殿内面去教导人。大祭司甲因同感动的人来啊，叫公会的人甲以色列族的长老就差人来去监狱内面，要甲使徒带出来。第二段经文是伫五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二十九节，彼得甲其他的门徒回答：“阮必须顺探上帝，毋是顺探人。恁所知死伫十字架顶的耶稣，阮祖先的上帝已经予伊高挂了。上帝高举伊，予伊伫家己的正边做君王、做救主，要予以色列人有悔改的机会，予因的罪得到赦免。”阮就是这个事的见证人，上帝对顺探伊的人所赐的圣灵，也甲阮做伙作证。今仔日的讲题是活命的道，请陈嘉宾兄弟。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我头一摆伫主日的时来甲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足紧张吼，因为大家拢讲我的台语足歹，大家拢甲我笑，拢讲我的台语无认得哦。也毋过，会当甲大家来分享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
确实是一件很欢喜的代志，因为上帝话语总是咱的鼓励，总是咱的帮助。毋忘今仔日，咱每一个人拢会使来得到上帝所要对咱每一个人所讲的话。伫开始之前，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一直教咱伫地，保护阮，赏赐阮到夜的稳定。感谢你是阮的主，你引带阮行这永生的道路。感谢你，予阮今仔日有这段时间，予阮会当来明白你所出露的话语。毋忘伫今仔日聚会内底，信心搁一摆来充满阮。打开阮心内底目睭，会当知影你对阮所有的意念，予阮会当知影虾米是活命的道，并且阮会当怎样来活靠活命的道。阮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要甲大家来分享的是活命的道。稍等我一下。真紧张啊！咱要对创造天地开始，一直到今仔日来看，伫历史的中间有一件代志时常伫咧发生，从来拢无感觉过哦，就是人一直咧敲找甲活命有关系。任何的答案，一直拢有人想要打开这个活命的秘密。伫创造天地开始，上帝将人安置伫咧伊甸园内底，并且予人生活一切所需用的。只不过亚当甲夏娃对于安尼的生活，因感觉不满足，以及伊予蛇来引诱吼，最后因食了活命树顶的果子，以后超找甲活命有关系的代志，就一直发生伫咧这世间史上。伫中国的朝代的历史中间，有一个国家叫秦朝，秦朝有一个皇帝叫秦始皇。啊，秦始皇伊咧做王以后吼，伊对做王这件代志嘛是感觉足不满意的，所以伊有安开足济时间，命令下面的人去敲找迄个长生不老的药啊，哦，长生不老的药啊。而且咱知影伫这皇帝做王的时啊，人所献予君王的祝福，拢是万岁、万岁、万万岁。没有讲错吧？啊，不然就是所谓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哦，一直到今仔日，现代科技犹原有足侪发明。咱知影有复制人的技术哦，就是讲咱会当来复制一个甲你同款的人，好，另外一个你，将咱的身体有器官就要歹去的时，咱就会使用这个复制人身躯顶同款的器官来替换这个特别歹去的器官，予咱会当活较久，啊，予咱的身躯会当较好。过来嘛有所谓的人体冷冻技术，好，有个人体人体冷冻的技术，就是讲，若是你着特别死的时阵，也是讲你得着眼睛。或者是你的病无通医的时阵吼，迄技术的人就用迄超低的温度的方式将人冷冻起来。为什么要冷冻起来呢？因为伊要等到以后有新的技术发明的时阵，也是讲有新的药啊来发明出来的时阵，佮将即款的人对冷冻中叫醒过来，然后过来接受一个新的技术，也是新的药物的治疗，来延续这个人的活命。不论如何，这一切拢是被
想要来替活命来找一个新的目标，让一个人的一生不是浸在死亡的内底。安尼讲来，人拢咧敲找这活命的道，所以讲活命的道是非常的重要，人人拢咧找伊，每一个人拢用各样的方式想要来得到伊。只不过看起来，咱伫这个世界上是找无一个答案。今仔日所读的经文中间，伫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讲，当使徒予人关起来时，天使伫密室拍开门，带因出来，对因讲：“恁去徛伫殿里殿内底，将这活命的道拢讲予百姓听。”今仔日咱就要来透过伫使徒行传中所记这使徒对于众人所讲的话来思考，到底啥物是活命的道？到底啥物是活命的道？当这时头问使徒，为虾米伫予人禁忌的时，犹原安尼做的时阵，使徒安尼回答讲：顺探上帝，无顺探人是应当的；顺探上帝，无顺探人是应当的。所以咱会当看见活命的道的第一个层面，就是讲活命的道已超过世上的官兵，活命的道已超过世上的官兵。什么是官兵呢？假使讲咱用金字塔来形容人类的社会，吼，咱用金字塔来形容人类的社会，然后将这个金字塔分足侪层面，咱知影愈悬的所在，伊的官兵就愈大。若是讲咱用一个国家来讲好啊，伫这个国家中，上有权柄的人就是国家的统治者，后面就是伊下面大部分的长官，一直到最后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就明显，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伊有的权柄是比平民老百姓过来的，搁较大、搁较济。总统会上处理国家的大事，不论是伫外交、伫咧税务，也是国家的政治，拢伫总统的掌管的范围内底。而且是这个人他伊会使决定伊要安怎做的。一般的人就无同款的官兵来做同款的代志哦。嘛，亲像当时的以色列社会内底，这西文书甲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甲咱一般的百姓来比较，时常予人认为祭司啊，即群人是有较悬的官兵。只不过伫今仔日经文中，咱会当看见，使徒并无顺探伫祭司法利赛人的官兵下面。我看见使徒伊所顺探的是一个较悬的官兵，就是活命的道所带来的官兵，并且是对上帝来的官兵。所以咱知影活命的道伊超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官兵，是对上帝来。活命的道是至悬的，是无其他的事会当相比较的，是独一的。既然讲活命的道是独一的，安尼就显明了一件代志，就是伫所有世上的代志，拢应当顺从活命的道。换句话来讲，就是讲活命的道应该是一种准则，是咱一生伫这个世界上所应该顺从的准则。伫今年学校所上的课中间吼，有一门课叫做《基督教伦理学》。在上课的中间，有一个部分是咱要来讨论一般世界上的伦理学甲基督教的伦理学有啥物无同的所在。
咱就发现讲有一点足明显的无同，就是一般的伦理学是一般世界上的伦理学会因为环境的无同款，人群的无同款，伊会因为足侪无同款而改变替换。就是讲，一般伦理学是会改变的。要么过基督教的伦理学所遵守的是永远未改变的，因为伊顺摊伫至高的权柄下面，就是来伫上帝的话语，就亲像活命的道，伊顺摊伫上高的权柄下面是未改变的。所以对于咱来讲，这是一个通信科。通遵守的生命的准则，活命的道应当是咱行人生这条道路的是唯一的瓦壳。接下来，用活命的道所有的超越的这个特质是唯一的时候，咱就会当知影伫这个世间所发生的每一件代志，应该拢是依附伫活命的道。这也是为虾米伫艰难的环境中间，就亲像伫今仔日所读的经文中间，咱看见众人想要将使徒抓起来、关起来，甚至伫到后边的经文，佫有记载了众人就生气，想要将伊拍死吼。但是伫只艰难的环境中间，使徒依然会当大声的来宣告。大声的来向众人讲这活命的道，因为活命的道伊是超过世上所有的权柄。伫使徒宣告了活命的道超过世上一切的权柄之后，因阁讲：你吊顶伫十字架顶钉死的耶稣。咱祖先的上帝已经叫伊搁活，所以第二点，咱要来思想的是，活命的道伊赢过死亡的关系。活命的道赢过死亡的关系。活命的道赢过死亡的关系。死亡是人伫这个世间上的终点。当咱活到一定的年岁时，当咱的行到人生最后的阶段的是，有一天，咱每一个人拢会进入死亡这个终点。只要是人，拢无会当躲避死亡的结局。这也是为虾米伫开始的时，咱讲到，足侪人拢伫咧憔悴，互活命会当延续落去的方法。但是拢无人找到真正的解答。要么搁伫今仔日经文中间，咱会当知影，咱会当看见活命的道是会当赢过死亡的关系。咱袂当袂记哩，第一点的时阵，咱讲活命的道伊超过世上的权柄，伊伫万民的顶端。所以咱，若是咱要来思想伊为虾米伊赢过死亡的关系，进行咱就要先来思考一件代志，就是为虾米活命的道会拄到死亡呢？为虾米活命的道会拄到死亡呢？当咱讲活命的道赢过死亡的关系的时阵，咱就袂记哩，伫拄到死亡进境，赢过死亡进境，活命的道需要真侪人的模样。活命的道需要真侪人的模样，以后伊才会当面对死亡，赢过死亡。伫过去的历史中间，只有一个人，伊捌做过这件代志。就是使徒在经文中伊所讲的耶稣。耶稣伊本来是上帝的独生子，坐伫天顶的宝座，
伊本可享受一切荣华富贵，但是伊却甘愿放下尊贵身份来到这个世间，着成肉体，成做人的模样，甲咱每一个人共款，会枵、会哭、会爱困，经历了咱每一个人一生中所可能的发生的每一件代志，伫伊的生命的最后的阶段中，进入死亡的终点，也毋过伊赢过了死亡。上帝叫伊搁活，死亡并毋是伊的结局。相信伫咱的活命生活中间，有足侪代志，咱拢需要别人来帮助咱。当你想要做一件代志的时阵，你头一个会想到啥物人呢？确定的答案是，若是讲这个人，你早就知伊无法度做你着要做的代志，你一定袂去找伊吼。咱一定会去找迄个会晓做你着要做的代志的人，甚至这个人捌做过同款的代志，伊有经验，安尼咱一定会感觉较爽快、较舒适。同款的，要找这活命的道，咱就需要去找迄个真正活力的活命，去找迄个赢过死亡、永远活力的活命。所以，赢过死亡的耶稣基督，会当真实的真侪咱活命中的咱生命中的帮助，因为伫这世间的权柄上，伊是无有限制的。人人拢有拄到死亡的时阵，多正肉体的基督耶稣，伊无有限制，并且因为伊捌经历过死亡的时阵，伫咱的活命中，伊了解咱所会拄到的痛苦，伊了解咱的软弱，因着伊的搁活，成做了咱活命的毋茫。这是活命的道的第二个层面，活命的道伊赢过死亡的关系。对以前到即马吼，有一款电影不断伫市面上流行。即款的电影拢有一个同款的特色，就是影片中的主角拢足厉害、足强的吼。较久以前的有超人、有蝙蝠侠，啊，最近的有钢铁人、蜘蛛人、复仇者联盟、美国队长，足侪影片拢在讲差不多相同的事情，足侪人将影片中的主角，因叫伊超级英雄，英文叫 superhero。这款人伫人需要的时阵，因就出现拯救人脱离因所面对的艰难痛苦的时阵，脱离歹人的掌管，因就有能力，就亲像人类救助共款。每一次在看这款的影片的时阵，我拢会想一件代志吼，就是为虾米这么侪人就喜欢看这款的影片？到底是虾米原因？大家拢爱看这款的影片？我发现我有一个结论，就是讲，假使讲今仔日这款有能力的人，这款强壮的人，当世界拄到大灾难的时阵，因拢无要插。假使讲看见有意外发生伫伊个面头前的时阵，因嘛无要插。这影片的结局就是一个大的悲剧。那是讲这影片的结局是一个悲剧。电影的公司就卖将伊
制作出来拍成电影。为什么这个电影会这么红呢？是因为在影片中的主角跟他生活四周的人彼此是有关系的，当人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出现来帮助他，来拯救他。如果是说他没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不论他有多高，我有能力多强，都是没意义的。同样的道理来说，主要说他有超我世间上的官兵，伊嘛赢过死亡的关系，伊是一个最有能力的主。也毋过，伊甲咱中间有虾米样的、虾米的关系，好成做咱活命的道呢？所以讲第三点，咱就要来思想活命的道，处了救恩的关系，活命的道处了救恩的关系。使徒下面宣告讲，上帝将伊高举，叫伊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甲赦罪的恩，阮赐予以色列人。使徒讲，透过上帝，主耶稣割我以后，伊搁一摆坐伫天顶的宝座来掌权，伊真做上帝国度的君王。成做世间人的救主，而且伊要将予人悔改的心甲赦罪的恩赐予世间人，这是啥物意思呢？伫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因拄好伫等候一位救世主的灵膏，好拯救因来脱离这世上的权柄。主要说就是咱活命当中的君王。是救主，而且伊应允咱，只要咱伫上帝面前来好好啊悔改，伊就要赦免咱一切的罪，予咱伫伊的面头前会当得到一个永远的活命，是永远袂改变的。而且基督耶稣不只是将安尼稳定相属予咱。咱深深的知影，伊是用家己的生命来成就救赎的计划，是透过主耶稣基督，伊予人钉伫十字架顶所流出的宝血，赦免了咱的罪，并且予咱会当来到天父的面前来亲近伊。这就亲像今仔日咱摕到的一张。天国的门票，这张门票，伊毋是用影印机一张一张印出来的，伊是主耶稣用伊家己的宝血一笔一画写在这张门票上面。主耶稣用伊家己的宝血来写伫这个门票的顶端。主耶稣伊家己亲自真侪救恩的管道。是甲咱有关系，毋是无意义的。就亲像主耶稣捌安尼讲，伊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透过我，无人会到父迄边去。主耶稣伊家己亲自真侪这活命的道。透过今仔日经文，咱会当明白。基督耶稣就是迄活命的道，而伫所有的经文内底吼，咱会当阁看见一件足特别的代志，就是伫使徒的宣告中，大大的强调耶稣基督的好，伊的权柄，伊的能力。除此之外，使徒无阁讲。其他的代志，因无讲人生的大道理，无讲咱人生伫这个世界的生活的准则，无讲当环境艰难、困苦的时候要安怎做，因多多讲一件代志，就是讲耶稣的好，耶稣的权柄有遐尼大，伊的能力。
伊赢过死亡。这一切拢是要借咱搁一摆来思考，到底为虾米基督耶稣伊要来到这个世间？到底伊来到这个世间所成就的是虾米代志？爱咱将咱的眼光完全看伫耶稣的身躯顶，伊是全能的主，伊有上大的权柄甲能力。所以讲，使徒多多来讲，耶稣基督伊超过世上的权柄，伊赢过死亡的关系，伊取了救恩的权利。有一个宣教士叫戴德森，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并毋是你需要偌大的信心，乃是你要相信一位足大的上帝。毋是你需要偌大的信心，乃是你要相信一位足大的上帝。同款的，伫今仔的经文内底，咱会当来把这句话换一下。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是要提醒咱每一个人，毋是爱咱会当做偌了不起的代志，乃是要咱深深啊知影，咱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伊是遐尼大，伊是遐尼的有能力。上帝疼咱，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赐予咱，叫咱相信的时阵，咱会得到永远的活命。在复活节就要来临的这个时阵，求上帝帮助咱，会当搁一摆来思想伊所做的每一件代志，来思想基督的受死甲复活，并且将这款代志放伫咱的心中，来反复思想。伊放下伊尊贵的身份，只被叫咱会当甲天父伫天顶享受伫荣耀中。伊赐了救恩的礼物，好叫咱会当承受这个永远的活命。咱需要定睛来仰望主，而伫使徒所宣告的经文的最后，使徒讲：咱为这个事来做见证，上帝赐予顺从的人的信心嘛，为这事来做见证。使徒领受活命的以后，因就为这个道来做见证，成做耶稣荣耀的见证人。虽然伫环境，因拄到足济困难，但是使徒犹原遵守主耶稣的吩咐，去传主耶稣的福音，就亲像今仔日所读的《使徒行传》内底，足济人想要甲因抓起来去关起来，嘛有人想要将因抬死。假使讲咱看第五章进前甲以后所发生的代志，咱就会当知影同款的代志进前发生过，以后犹原伫咧发生。第四章的是讲到彼得甲约翰嘛，把予这石头即款即个人来掠去关起来。第六章到第七章中，嘛有写斯提凡的代志哦。即款的代志拢有一个共款的开始，就是使徒坚持分享活命的道，因为这是因所领受伫因一生中上重要的代志。彼得甲约翰伫第四章的时阵安尼讲。咱所
所看见、所听见的，袂当白讲。使徒都伫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犹原愿意去见证活命的道，这是咱每一个人拢需要来学习、需要来思想的代志。毋忘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明白虾米是活命的道，并且咱会当伫这生命的道路，一做伙来见证基督耶稣伊的荣耀。咱做伙来祈祷。是阮疼痛的天父上帝，感谢你透过圣经来向阮启示你的话语。感谢你的话真多，阮面头前的引带。主，你原是全能的君王，搁坐伫天顶的宝座。你却甘愿放下荣耀尊贵身份，得吃肉体，为了对咱的疼。来到这个世间，倾注真多，阮活命的道，赐予阮有活人生的确据，帮助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时时来效念主你为阮所成就的一切，时时来效念主你所享受的稳定，帮助阮来挖苦你，予你真多阮活命中唯一的上帝。保守阮伫你的面前，每一天的生活，拢充满了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并且教示阮知影要安怎来荣耀主你的名，因为知影无论如何，主你永远袂改变，无论环境的艰难甲困苦，主你永远拢作王掌权，咱就要来称颂你，来阿乐你的名，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回应的是请雅哥甲雅英师班，雅哥甲潘师师班。Yeah.
祈祷，请邱大伟兄弟。咱三个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阮知影，阮的国家需要你的掌管，阮的国家有足侪问题，阮知影你是阮活命的道路。耶稣，你讲你是真理，你是道，你是阮的路，你是阮的活命，你是阮的一切。阮知影，阮要敲找你的名。阮要紧紧的跟随你，阮每一天拢要向你来求你来带阮行这条道路。阮知影这条道路拢是你，拢是你，你是阮的一切。阮要伫每一日的祈祷，每一日的读你的话语。每一日拢来求你来赦免阮的罪，求你来带阮的国家，阮要向你来求，阮求你，阮奉献，求你来加以阮的奉献，加以阮奉献的一切，拢奉乎你。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嗯、兄弟姊妹，请起立，咱来唱颂扬的诗歌，圣歌第30首。上帝，我感谢你今日早起吃到你布林的分享，让我们再一遍知道活命的道是真宝贵，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这个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常常来激励我们，可以做你美好的见证人，可以把主你的活命的道可以活出来，不只是让我们身边的人知道，也让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都知道，多多是耶稣基督是活命的救主，是这个国家的拯救。愿主耶稣你再一遍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是单单来顾自己的事，更加要为我们的执政掌权在上者来祈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若是为他们来祈祷，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世间让敬虔来平安来度日。求主你再一遍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兄弟姊妹我们都会 有心灵跟我们的身体都有健康，都有兴旺兴旺，也希望主再一遍让我们这礼拜都得到快乐，得到上帝你所享受的稳定，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走在这个复兴的行列里面，都无退后无冷淡。主啊，我感谢你，我再一遍将我自己献给你，希望你引导我每一日跟主亲近的时间都可以很亲密，都可以很喜乐。主啊，我感谢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和圣灵的感动，常常跟我们兄弟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姊妹请坐。今天的真欢喜，在第二堂，咱兄弟姊妹会当伫遮做伙来敬拜上帝。
今仔最近牧师拢会安排要毕业的新学生伫遮也来讲道，甲大家分享。今仔日是陈家斌兄弟吼，咱搁一边来拍鼓啊，甲伊鼓励吼。好，看到伊伫个用台语分享吼，我感觉咱爱家只个少年人吼，诶，台语搁较甲因个加油吼，因为我当新学院毕业个时阵，我台语吼比伊搁较。比伊今仔日吼，搁较菜鸟吼，啊，毋过。